由香港移民去英国的华人估计有65,000，十之八九是来自新界，大部分从事饮食业。在英国只要有一份固定工作，任何人都有能力买屋安居，同时下一代的教育还有政府照顾。由于言语上的隔膜加上那种寄人篱下的自卑感，有些华人就将自己关在狭窄的生活圈子里面，对英国社会的情况不闻不问，放假得闲很多还寄情赌博。英国的华人社会只有短短几十年历史，1950年以前来英国的华人主要为海员，他们行船来到英国就跳船上岸定居，所以集中在船澳区域，而且多数经营洗衣业和饮食业。伦敦早期的唐人街也都是近住船澳的，不过现在那里只是遗留下零星的外卖档、餐馆和杂货铺。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新界人以劳工资格入境，而自从人手洗衣由机器取代，饮食业呢就是英国的华人社会一枝独秀了，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唐人街亦都搬到去伦敦市中心的苏豪区。苏豪区是游客区，亦都是红灯区，色情教务林立，酒吧、小电影院，甚至同性恋俱乐部，九步一楼，十步一角。入黑以后更加热闹璀璨。唐人街位于苏豪区内，因此令到人误以为华人和那里的色情事业有关，其实呢只是因为开餐馆的华人贪苏豪区游客多，夜市热闹，唐人餐馆在苏豪区越开越多，于是发展成为今日的唐人街。唐人街很多时令到人觉得是龙蛇混杂、藏污纳垢的地区，伦敦的唐人街会不会是例外呢？俱乐部的存在对那里的治安又有没有影响呢？至于环境复杂的这个就或者会是有这种情形，就因为是香港人来多了，那他们的有一种人来到这里或者不想怎样勤力工作的，就因此他们会就是游手好闲。同时呢就唐人街呢也都有很多可以就是俱乐部啊或者啊啲地下嘅赌档，咁佢哋咧就聚咗喺嗰度。听闻咧，唐人街而家就比以前复杂咗好多，究竟系唔系咧？最近系啊，因为发生咗几件啊血案啦、人命案啦呢咁咯。系啊系啊，因为佢近嚟唐人街咧侵咗好多嗰啲咁啊新加坡人啊、越南人啊落去啊。点解又要嗰啲人会复杂咗咧？他们都是近乎华人的生活习惯一样，他们都是可以捞埋我们一起的。但是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复杂了呢？争帮派当然到时候厉害的争夺当然复杂了。哪方面的厉害呢？当然是文字啦。即是做生意？不是做生意，就是那些正所谓偏的路线那方面啦，是不是？有没有黑社会呢？当然有啦，没有一个角落都有黑社会。呢啲黑社会同啲俱乐部有冇关系咧？有多少有多少年代多少有嘅，梗有多少嘅吓。而且佢哋你知道啦，佢哋出嚟捞偏门，咁样日日食饱咁去行街咁去赌咁样啊，有多少关系？呢度都照我所睇都有10人个仔有啫，啲青年人100几十个有一堆，100几十个有一堆噶啦，咁佢泛泛都有噶咯。
八二年七月十八号凌晨，一宗纵火谋杀案就喺呢一类地下俱乐部发生。现场是祝乐街三十九号胜利俱乐部，七个死者当中有六个新界人。目前有四个涉嫌同呢件案有关嘅越南籍男人正在协助警方调查。初步估计呢件事系同赌钱寻仇有关嘅。呢件纵火案一度震撼伦敦整个华人社会，令到唐人街蒙上污点。又因为案件涉及几个越南人同越南华侨，以致不少华人对越南难民存有戒心。英国大约五年前开始收留越南难民，呢啲难民当中90%以上是中国人，亦即是越南华侨，由政府特别照顾，有资格入住政府屋，同时可以领取福利金。一对夫妇三个子女的家庭，一个星期大约可以攞到80英镑。凡是子女未满16岁的，一个人每个星期仲可以多领3磅本。目前大部分越南华侨都没有做工，靠福利金过活。不过近年来，唐人街的餐馆和超级市场雇用了不少越南华侨，他们当做兼职，这样一边工作一边拿福利金。万富公酒楼在唐人街算是最大，雇用了相当多越南华侨。老板张醒雄是香港去的华人，他认为可能咧就越南嗰啲華僑啊，受到嗰啲戰爭嘅影響啊，嗰啲性格方面同時嗰啲各方面嘅唔夠習慣啊。一方面咧，可能呢個社會制度啊，因為佢咧就喺英國啊有攞呢個救濟金嘅，咁救濟金咧佢變作咧有啲咧就仲攞緊啊，咁出嚟揾工作咧，仲變作係揾外快啊。咁所以做工有啲咧做唔做得隨便啦，馬馬虎虎咁啊，做得十幾日或者兩三個月又走啊。你係咪知道真係有啲咁樣嘅情況？只要我睇都係有啊，因為有啲結以為咧，即係一頭就呢度攞身力金，一頭又去做咁啊，得個鬆用一啲嚟使用咁啊，賺多少咁啊，中意做就做，唔做唔做喎。經過戰爭有冇影響到你哋做人嗰個態度咧？哦，好大個變。看得好化，經過呢場戰爭之後，每個人對於自己以後嘅人生觀都好大嘅影響。有冇影響到工作態度啊？少不免，一定有。因為你而家嚟到英國咧，絕對冇機會你翻身嘅。做人嘅觀點會唔會同由香港嚟嗰啲華人有出入咧？當然有嘅，佢喺香港同我哋喺越南受到嘅嗰種嘅痛苦完全唔同。咁係咪即係大家唔係好傾得埋啊？見認為咧，佢自己了不得起咁啦，自己又做到老細啊，或者自己又累得多年啦，自己有經驗啊咁啦。佢有啲睇法同埋我哋個睇法唔同。佢以為佢有錢啦，係嘛？同埋你啲越南人嚟噶，咁就冇錢啦，冇做乜得咁啦。雖然越南華僑同香港去嘅華僑都係華人，同講一種方言。但是来到英国，因为身份不同，经历不同，难免有多少隔膜。胜利俱乐部纵火案涉及越南人，因此拉远了大家的距离。最不好的就是有些难民发生了这些事干，而牵连到那些没有发生事干的难民就变成很大的影响。好像打交啊、杀人啊、放火。發生過兩次啦，同時咧就你要揾工做咧，佢第一句問你先，你邊度嚟嘅？如果你話越南嚟嘅説話咧，佢零頭佢已經有人啦，佢唔請，佢怕你多事幹啦。香港很多父母都希望子女一入学校就学会一口流利英语，相反英国的华人对于子女入学校以后满口英语都感到担心和恐惧。
他们担心在英国出世的新一代会失去文化根源，恐惧两代思想上的距离越来越大。他们三个的父母是来自新界的，父亲是大埔人，母亲是锦田人，而他们子弟三个人都是在英国出世，目前接受英国学校的教育，翻学的时候老师和同学讲英文，放学看电视，电视节目全部英语对白，子弟间自然用英文对话。 No, put us in plane. Oh, 年纪越小的就越不识中文，好像一些这么简单的差事他都听不明。同我去攞对眼镜嚟，喺房嗰处床头嗰处攞眼镜嚟。You on the bed 啊？哦，喺房嗰处啊，喺房嗰处去攞啦。我哋两仔爷想倾下偈啊，或者两父女想倾下偈咧，变咗咧就言语咧方面咧讲深奥啲嘅，佢亦都唔会话好清楚啦。啊，甚至乎叫佢做一样嘢咧，佢都唔系好明白。故所以佢個音佢嘅英文程度咧高，我哋英文程度低，想兩仔爺兩父女傾下心事咧都唔得。為咗消除兩代之間言語上嘅隔膜，好多華人父母不惜犧牲假期嘅休息時間，亦都不顧長途跋涉送仔女上中文學校。呢啲學校逢星期六或者星期日上課，每次兩三個鐘頭，旨在教識啲學生读同写基本的中文。越低班的学生就越难搞。那些小孩听不明中文，于是老师逼着用英文补充。老师一路在度教中文，同学仔之间就一路交头接耳，全部英语对白。家长旁听，俾啲细路哥仲留心，有啲仲直情紧张到走埋去教个女点样写字。好多年纪细嘅学生都抗拒中文。Do you choose to study Chinese or your parents ask you to study? My parents. Well, if you can choose by yourself, would you study Chinese? No. Why? Don't like it. Why don't you like it? Because it's hard. You have to do tests. Do you find learning Chinese useful? No, not so much. When I'm at English school, you don't need to talk Chinese, you talk English.你中意学英文多啲定中文多啲啊？英文。点解啊？真系容易啲。中文呢？难啲啊。点解难啊？真啲字好难，难啲。学英文容易啲啊，定中文容易啲啊？英文。中文有咩难啊？写字好难啦。如果妈妈唔带唔监你嚟上堂，你会唔会上啊？但系有啲细细个就识咁样谂法。So you know English and you don't know Chinese is just bad because you're a Chinese person, so you don't know any Chinese. 呢啲华侨子弟长大，接触英语嘅层面更多更广，同父母之间言语上嘅隔膜。始终好难消除。Do you find any communication gap with your parents? Oh yeah, a great deal. Yeah, because I can't tell them the things I want to tell them, and they get very upset about it. 英国出世嘅新一代，父母担心佢哋唔识中文，急于亡羊补牢。不过对于嗰啲喺香港出生，接受过香港小学甚至初中教育以后移民嚟英国嘅年轻一代，好多做父母嘅都忽略咗佢哋面对嘅问题。学校方面，佢哋面对一个陌生嘅教育制度，
英文程度未必追得上，同学之间国籍不同，未必能够融合相处。对于外国学校那种自由的作风，未必可以适应，亦都未必懂得在那种环境里面学习。Do I have any archaeologists who want to start the division? Antonio? Yes. 记者曾经同几个年轻人谈过关于他们的学校生活。我觉得这个学校就很自由的，你自己即使没有香港那么严肃，先生就不会管得那么犀利的，譬如交功课这样，那先生就不会催你交功课，你自己交就交，你交代他就改。上堂前是怎样的？即是你随便喜欢就上，因为即是上堂可以吃东西啊，或者走了出去 吃完烟回来又可以。先生呢？觉得先生怎样？都挺好，即是他都很用心教，但就有些呢就即是太同啲學生玩得緊要得滯，就比較差啲。如果唔係，都算幾好嘅。玩點樣玩法？即係上曬一堂，你傾完一大輪，笑完一大餐咁，即係成日都係咁啊。語言方面係好多，即係我英文唔係好得啦，開頭嚟嗰陣一句都唔識聽咁，所以有陣先生同我講嘢，我都唔知講乜咁。初初嚟就有冇俾人蝦？有啊，初初就俾多俾黑鬼白鬼啊！怎样哈法？打你啊！成日问你攞钱啊，闹你嗰啲嘢啊！喂，我嚟噶，揸到。跟随父母移民到英国嘅年轻一代，好多除咗要适应新嘅学校生活，仲要帮父母分担家计，特别系做外卖档嘅家庭。做仔女的要在夜晚和周末帮手接 order 洗菜和炒餸等等。有些新界人仍然不是很注重下一代的教育，但求仔女能够帮轻家计，承继衣钵。年轻的一代由香港移民到英国，对于要生活在一个外国人的社会，往往感到束手无策。在街、在学校、在生活起居的各个层面里面，都接触到外国人，有时还会接触到奇异不屑的眼光。有几个后生仔对记者表示，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令他们觉得住在英国缺乏安全感，对于自己的将来多数是见一步行一步。一个十七岁还是读紧书的年轻人就这样讲过，好渺茫，我都不知道如果我翻咁，我一样冇嘢做啫。我做得咩啫？如果喺呢度，我起码有餐馆做。唔通喺英国，对于年轻一代佢哋嘅根，佢哋生活嘅支柱，仍然同上一代一样，离不开餐馆同外卖档。同时，定居英国以后，呢一批年轻嘅移民就喺中西两种文化之下继续成长。一方面受同学朋友西方开放的风气影响，另一方面又要遵从父母保守传统的规范，好像不准食烟、不准饮酒、不准去夜街、不准识异性的朋友，特别是外国的异性朋友等等。生活在两个极端的世界里面，何去何从呢？有些年轻人困惑起来就表示宁愿自己是外国人，有些甚至连言行举止、衣服发色都要学足外国人。为什么你要将头发染到这样色的？嗯，现在兴吗？不是，我不是现在兴的，因为因为多数人都这样嘛。不过我觉得不染，我现在都生出来的。多数的人是这样，你的意思是即是外国人都是这样？嗯，你覺得即係同埋啲外國人一齊生活，會唔會有唔舒服嘅地方啊？有，即係好唔自然啦，成日學埋佢哋啲嘢啦。學埋佢哋啲咩？佢哋啲生活習慣。咁你又話唔自然？係咯，咪唔自然咯。咁點解要學啊？咁喺度生活就要同佢哋同化噶啦，如果唔係會俾佢哋即係睇小啦。
做父母的来到英国，为了生活日挨夜挨，一日十几个钟头，没什么时间见到仔女。见到面的时候，很可能呢又会在外卖档，大家都忙于做生意，儿女越大，接触的机会又越少，加上言语上的隔膜，代沟也都越来越大。做父母的觉得仔女来到英国，接受外国社会的教育以后，无论生活方式、道德观念、价值观念，都渐渐趋向西化，受到呢个西方的风俗同埋教育问题啊，好似饮酒啊、食烟啊，或者男女关系啊嗰啲咁嘅嘢咧，都使到佢啲嗰啲性格啊方面都改变咗啊，个性嘅性格改变咗啊，好似呢个翻嚟啊嗰啲有啲衣服啊咁样啊，到处抌。啊，冇啲即係規規矩矩嗰啲咁嘅作風，咁啊兩父子飲茶咧都係各有各付錢嘅，你食你我食我咁樣嘅。因為咧佢逐漸喺度出世咧，佢個生活咧成咗係呢個鬼子佬嘅生活規律，故所個頭腦方面咧點都有啲入啲鬼子佬嘅性質，一切方式咧就冚唪唥都係依照鬼子佬嘅方法去做。例如咧？例如咧就。对父母啊，将来啊，佢都唔多需要负责噶。尤其是佢长大咗咧，十几岁之后咧，佢独立之后咧，佢话咧呢啲系我嘅前途啦。佢中意翻嚟睇你啊，睇你唔睇你唔睇你噶。你而家睇下啲细佬哥同啲翻鬼妹来往啊，女仔同翻鬼仔来往啊，结婚啊咁样咧，已经知道迟早噶。遲到將來，你估我哋去睇下啲孫啊，咁都冇用嘅喎。嗰個新抱會要你，喂你今日咧喺度食咗咁多銀嗱，臨走之前結翻條數啦咁樣。對父母嘅尊敬啊，少啲咯。佢由細蚊仔已經攞五磅半咧，佢嘅印象咧就係唔係你父母養我嘅，政府養我嘅。而我長大咧，同埋教育老豆老母冇出過一個先。對於父母個恩係唔好似淡咗啲啊！嗱，佢招呼咧，我譬如個英文名係 John， 佢一翻嚟啊 ，Hello John， 佢冇嗌話老豆噶，係心淡嘅，你有冇辦法啊？係好悶噶，喺呢度真係好悶噶，希望我下一代又好難。移民何家，勞碌咗幾十年，換嚟嘅唔通單單係安定嘅生活？當初嚟英國。多多少少是为了下一代铺路，点知今日仔女都各奔前程，自立门户，学外国人过自己的生活。年纪老迈的华侨，好多要靠政府的养老金过活，有些还自己搬开来住，平时就在酒吧打发时间。好像这位老伯，每晚就在这里等酒吧开门。老一辈移民英国的华人，向来都抱住过渡时期的心理，期望一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不过，又有几多少老华侨实现到这个还乡的愿望呢？